哎，将军 ，hello hello， 耶！你要哇！这个欢迎欢迎，我们欢迎将军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，宝静 ，hello hello。没问题，各位赶快把链接分享出去，好不好？我天哪，我看到呆宝静，我整个热起来了，我有点尴尬。现在怎么拼了吗？是吗？我觉得哇，冷透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披外套？没关系，也真的有冷。对，披着。哇塞！欢迎呆宝静，今天就是要拼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，欢迎呆宝静，哎，大家新年快乐！你怎么这么懂网络礼貌啊？你是什么？你好有礼貌啊！对，有嘛？你直接把长辈请出来啊！这是有嘛？对不对？刚刚我们才在问网友说，这个到底怎么样可以饶舌的很厉害？你是饶舌第一把交椅啊？到底怎么饶的？到底怎么饶？就是你只要会讲话，其实基本上就会了。我们就讲话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。我就多听嘛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多听一些这些音乐就会。对对对。我最近车上都是放呆宝静的音乐，啊，谢谢你，挺好的。对，跟阿月、张震岳，而且你三秒笑，没有错吧？对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有做功课哎，是真的有听还是在做？真的有听，真的有听，三秒笑，好。都 MV 快结束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动作，哇。哦，是不是很帅？是，我就是帅，对，你真的有很帅。哎，你刚刚就是说你喜欢他这个发型呢？我就说你在 MV 里面那个造型真的很酷，很有个性。谢谢。整个马尾这样绑起来，对，比较干净利落。对对对，你平常都是这样的造型吗？对，我大部分是这个造型，主要是因为没有钱请发型师，这自己搞一搞就好了。真的？对，是。小朋友会喜欢这种造型，还是放下来的造型？小朋友，我儿子比较喜欢我短发。哦，短发。对，儿子是短发控。我不知道，他说儿子都喜欢妈妈长头发吗？他很奇怪，他就说我这样不好看。真的？大王懂啥？他说你我妈化妆跟不化妆是两个人。请问你自己觉得是两个人？哎，但是化妆技术在这里嘛？那你两个人，你两个化完妆都没变，那化了干嘛？对呀，那何必要化妆？是不是？道理好会说话。但是算第一次在台湾表演跨年吗？不是，上一次有在台北，那个。所以是第一次在台中，台中是第一次，台中的 view 怎么样？对，这种感觉，酷。那个摩天轮实在是很棒，真的很漂亮。你有去坐吗？有机会去坐吗？没有，现在还不行。我现在要赶回家，因为我小孩在家里等我。他现在应该在电视机前看呢。哇，现在在看妈妈直播。对，我没有告诉他还有直播在做。哎呀，那现在就我们回去会剪出来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再给他看。那你可以现在麻烦帮我们宣传一下吗？中天娱乐频道，中天娱乐频道，不要挡住我这个。位置，真的很礼貌，真的很有礼貌，真的。今天拼了，只拼成这样，我不能挡住，我现在忍得要死。哇！我觉得刚刚有网友许愿啦，对，说你可以唱萌萌哒吗？那什么东西？他说叫在请呆宝静啊，唱萌萌。所以你知道萌萌哒是？对啊，这所以你也不懂得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还是你哄你儿子唱的歌 ，Baby Shark。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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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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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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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哇！网友都说你好美好辣，又美又辣，歌又好听。有看美肌吗？有看美肌吗？没有。那你需要美肌吗？有需要的，那眼睛要放这么大，脸要这么小。所以你有常玩直播吗？我比较少了，我比较少。对，因为发美照，因为我发。那你自拍你会需要美肌？当然要，天哪！天哪！一定要吧？一定要吧？没有人不要吧？你完全不需要，你为什么要？一定要！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太社会了。我们讲实话，我们一定要活在美肌相机里，好吧？不得不说，美肌真的应该得诺贝尔奖，发明美肌。我们就是活在里面，我本人就长那样。好吧 ，OK， 前置相机那是骗人的，真的。我每次打开苹果那个前置镜头，就把自己吓一跳。我那时候是不是还没化妆？美到吓死人还是？没有，有真的有吓到，觉得吓到。我一直以为自己长在美肌里面那个样子。真的？哎，那网友说我们现在比较嗨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你歌很好听，刚刚唱的歌很好。谢谢。那之后呢？还有什么样的新计划？我希望能一直在有歌出来的呀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创作者，所以歌曲是我最重要的工作。对，所以。希望大家多多 follow 我，可以跟上我的 Instagram， 搜索迪丽热巴台北分吧。哇，台北分吧是在我们这里的。
台北。那你这次专辑跟很多很多大咖合作，什么瘦子啦，能蹭则蹭，谁红我们蹭谁，我们现在就蹭你、啊，我们现在就是你，就蹭你、啊，很好吧，蹭起来，蹭起来。那跟他们合作，在这么多人当中，什么大渊啊、瘦子这些人的话，你觉得跟谁合作压力会比较大？我觉得跟张震岳压力比较大，因为他是我偶像嘛。对，你跟偶像合作，你那个梦想成真，我是追星的那个怎么讲？一个里程碑，大家没有追成我这样。他真的会很严厉，还是他不是很严厉？这是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爽，所以就会有一种压力。就是他是唱歌的，我跟他合唱是用唱歌的方式，那我一直都以来都是饶舌，那突然变成唱歌的方式的时候，我又跟我的偶像一起唱，我就难免有一些压力了。你从小粉丝变成合作伙伴，天哪，真的是太牛了！他跟岳哥合作，他有没有？你跟他相处啦，互动上面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就私底下啊，私底下他是一个小男孩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真的觉得他的外表里面住着一个很自由的男孩子。哦，有比你儿子幼稚吗？他是一个幼稚，差不多。因为我常看岳哥，他有在就是 IG 上面有分享他跟他儿子的。对对，他们可能同龄。跟小朋友。有，我们会聊会聊。讲到儿子，我不得不说，江靖他为了儿大王，他现在开始学 Burp Murph 啊，对有。对对对对，我学了注音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没有我儿子厉害。他因为上国小，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厉害。对。但我还处在那个幼稚园的程度。但是你妈妈真的很伟大，为了小朋友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被逼上梁山当好汉。哇。那你可以再放松了。因为网友说皮肤这么好，哪需要美肌啊？对呀、啊，因为现在粉有点厚。好，那今天等一下是工作节结束了吗？还是要去有计划去跨年？哦，我不跨年，因为我跨年可能就在车上，我要赶回去，孩子一个人在家，要、okay, 我室友帮我顾一下。好，好好那我们想说，请江靖帮我们讲一下，就是2021年的，就是您的希望、心愿、心愿。对，我希望病毒尽快过去，所有人身体健康，真的。好，没问题，这愿望会实现的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六十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江靖，谢谢。拜拜，谢谢，回去小心哦。谢谢，好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跟戴口镜合照一张吗？我们不是是你们先，不要等一下了啦，先跟戴口镜合照啦。来，小心，来，导播，帮我自嘴时间，开美机哦，开美机，干嘛？我不要这个啦。等一下，快点，我们先自拍，三。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